叶以俊弹吉他，欢迎收看叶以俊弹吉他。今天要带大家去我的学校师大流行音乐产学应用硕士专班。今天我们要参加的是一年级的演唱会哦，跟我一起去上课吧。坐高铁一定要配排骨便当，赞啊！现在我要往第九号车厢走。因为等一下从第九号车厢出来，就可以直接接到去师大的那条捷运线。所以通常啊，我都坐到板桥站之后呢，就开始一路往前杀到第九号车厢。哦耶！直接出来就是。往捷运车站啊！现在我刚出捷运站，今天呢，下午有一堂课，那这一堂课呢，现在已经进入到期末报告的阶段。今天下午的话是要报告你们每个人的毕业制作的内容，为了这个报告也是一个头两个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往学校出发吧。无器官身体的意思代表说，它没有特定的功能性，它就是作为一个存在而存在。吃饭时间，我觉得超好笑。跟我的同学一起吃饭。耶！我是叶宇君，弹吉他的叶。嗨 ，say 个 hi。耶耶！现在我要前往今天晚上音乐会的会场喽。今天晚上是一年级的发表。让我快乐往前走。宵夜才是最累的，超累。吃完了，真的吃宵夜才是最累的。现在往睡觉的地方移动喽。终于到睡觉的地方了，今天实在太累了，吃宵夜实在太累了，大家晚安了，叶以俊弹吉他。